在美杜莎空间封印的守护下，萧炎、紫研二人成功晋升为斗皇，但没想到短短一年闭关的时间，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出云帝国、落雁帝国、木兰帝国竟联手进攻加玛帝国，幸好美杜莎率领蛇人族相助，炎盟与加玛帝国才得以苟延残喘。面对炎盟经历的第一次生死考验，萧炎又该如何化解这场危机？根据情报，这次率兵来的是金焰宗宗主燕洛天和木兰谷的三大长老。燕洛天是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，木兰三老也堪比斗宗战力。就算那毒宗宗主没来，女王陛下，你的伤势还好吧？无碍。这次多亏女王陛下了。我只是为了蛇人族考虑而已。也不知三弟如何了，这闭关都一年了，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。这小子总是在关键时刻玩失踪。倘若三弟能顺利晋级赶来，那以他斗皇的实力和层出不穷的底牌，我们的局面就会好许多。都一年了，那家伙还没出关吗？再晚些，只怕加玛帝国和蛇人族都将不复存在了。真顽强啊，竟能在三宗联军的攻击下撑过一年，哼，也算在西北域打出名声了。不过可惜，你们注定要一败涂地。燕洛天，你不过是个二星斗宗，也敢在本皇面前放肆？久闻美杜莎女王美艳非凡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哼，找死！难道没有受伤还这么强？本宗可没有与你单打独斗的打算。美杜莎女王，今日便由我们三位和燕宗主来与你过过手吧。木兰三老，这些混蛋竟然以多欺少，我们去帮美杜莎。不行，上次交锋你二人已受伤不轻，更何况若是出手，三宗的其他强者定然会趁虚来攻，到时候就没人能阻拦他们了。若是三弟在就好了，以他的实力拖住一方应该不是问题，那美杜莎女王就有余力解决掉另一方了。美杜莎女王，可别怪我们没风度，若不联手恐怕无人奈何得了你。联手就联手，何必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女王陛下，我们所图不过加玛帝国，与你蛇人族无关。你若是率领蛇人族离开，你当本王是三岁稚童？既然如此，那让蛇人族一起消失吧。三位动手吧。
欺少，还偷袭。女王陛下，你现在受伤不轻啊，入了本宗主后宫可饶你一命。他不行了，今天我们就让他陨落在这里吧。加玛帝国伤我联盟，你们真是找死。三弟，这家伙终于回来了。萧炎，这是斗皇气息。突破了。彩铃姐姐，女王陛下，你们也来了。你受伤了。是哪些家伙下的手？我去收拾他们。你别冲动，小声而已。赶紧服下。有把握拦住一个吗？嗯，你随便挑个便是，剩下的由我来。你就是那个当了一年缩头乌龟的炎盟盟主吧？区区一个斗皇也敢跟我们叫板？没想到炎盟之主却是这么一个毛头小子，难怪这加玛帝国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哼，看来萧某今日有义务为自己挣一下名分的。紫妍，你们先回去。你真可以吗？对面的实力可是堪比两位斗宗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他没问题的。燕洛天交给我，你去拦住木兰的三老头。没问题。三位，对付一个斗皇小子应该用不了多久，十招内就能解决，到时候我们便会去帮你。嗯，小心他们的三手蛮荒诀。炎盟之主不过是个笑话而已，若是以往的云兰宗或许还会让我们记得，不过这个炎盟可是还不够这资格。我萧炎能灭了让你们都忌惮的云兰宗，自然也是能将你们给灭了。天火三玄变，琉璃变。一起动手，宰了他！嗯。哎！果然是斗宗的实力。
原来如此。这家伙果然是在逞强。放心吧，那小子还有很多底牌没有施展呢。这三兽蛮荒诀是将你们三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，但每次只能供正面对敌的那人施展出斗宗级别的力量，对吧？哼，小子，没想到这么快你便能看出点东西。哼，这么说来，当一个人施展这股力量时，其余两人就会露出破绽。那又如何？凭你的速度，还远远无法超越这力量的传递速度。木兰三老，你们干什么？快解决那小子！三千雷动，三千雷。分身，你们看得出谁是真身吗？这个小子，这是为何已经从未见到各自小心，发现本体便自己调动力量。在我这里。三弟能拖住一方斗宗，没想到他竟然直接给干掉了。是啊，第一次竟然拼着挨上一击将虎长老瞒了过去，而那两道分身则成为引诱斗宗力量的诱饵，这心机实在是可怕。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。难怪女王陛下那么相信这家伙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十招内解决他。才几年时间，他就成长到足以跟斗宗抗衡的地步。只剩两位了，不知这三兽蛮荒诀还能用吗？小子，你不过是一时好运而已，有何好得意的？先前那一击想必不好受吧？不错，就算少了一人，我们也能将你拿下，可别嚣张得太早。哼，那就来吧。